大家好，我是阿忠，今天来打针，打疫苗。其实疫苗买回来好长时间了，一直没有打，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不敢打，也没有经验，所以就一直搁着了。他的一个行为让我决定打针，先从他开始。他把母兔的后背，就大概这个位置，咬破了，而且毛是被扯掉的。我要不是因为看到母兔这里有发红，还有新长出来的毛的话，我还发现不了。而且这里还有结块，伤疤还没好。现在先给公兔打针，打完针了把它放到那一帮小公兔一起。如果出现了拳打老父亲呀、围殴老父亲的现象，我也没办法，谁让他招惹我？他不下地狱，谁呀？谁下地狱？这个疫苗刚从冰箱里拿出来，所以我才是放在泡沫保温箱里面的。1毫升，我稍微拿手弹了弹，把里面的气泡弹了出去，刚好1毫升。逮捕公兔！哎呀，哎呀，过呀，过来，想好啊，你。你突然开，要不然会伤害到人。过来，你给我过来！我很生气，你还想跑啊？啊，知道吗？谁叫你玩武术的？对，乖乖在这儿，趴好。这下我再三警告你啊！谁叫你把母兔的后背咬烂了？啊？就这个地方，不要动，动着后果很危险。想着打慢点，你的手疼一点，非要动。完了，不疼吧？我打针从来不疼，我告诉你。虽然你是第一个，但是我打针从来不疼。这也是为你好啊。稍事休息，你就可以自由了。其实我这样腿压着他，其实没使劲。等一下，你就跟你们的儿子们在一起。如果出现拳打老父亲的，我也没辙，我只能进行气势上的对你进行气势上的鼓励，包括干预。哇，公兔现在只要我一靠近就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去，小崽子们，出去安慰一下你的老父亲，去去，都出去。我知道你们是，去，对，都出去安慰一下你的老父亲。哎呀，你的老父亲今天受大罪了，被我给摁住了，愣是没跑掉，怎么都不敢出来呀？出来吧，去去去，对，去，都出去，不用怕。
我一张手挡住你，还能跑进去？哎，啊好，我不骚扰了，我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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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，我走。